你站得起来吗？好，你会头晕吗？你有撞到头吗？两位十七岁的少女载到去两站路关的山谷，消防队在桥下找到人，赶紧要把他救起来。快点打这边哦！要从肩膀开始打，这里。两位少女惊到要被害，好在在意识都清楚，消防警员用手啊，把人吊起来救顶。可以，来。二月二九早起十一点外，消防队接到通报，在嘉义中埔乡第三线永兴五号桥的附近，有人甲车载入山沟，去现场发现是两位十七岁未成年的少女，都还无驾照，竟然就这么大胆骑车相载，来中埔真有名的阿婆弯道车，这弯道真多，两个人一无细理，就载入去山沟。意识皆清楚，但有手部骨折及肢体多处擦伤情形。好在这两位少女送病院了后，人无啥要紧。啊，不过阿婆弯这弯道真多，一向拢去因白少技术来练车，只不过跟他机会都发生十件意外。阿婆弯路段，今年二月份交通事故为十件，共十四人受伤。阿婆弯真接触车祸，技术感受过弯的快感，嘛爱注意安全，唔通提示命，共生笑。必须新闻加机关报道。